好，OK，来，再一次哈、哦，小树型的提醒，这个地方我说比较需要小心的是这个，因为等一下如果要乘个倍数的时候，是其中一个人乘就好了，好、哦，并不是1.5也要乘，x 加一也要乘，好，所以我们上面乘10倍太多，乘2倍就够了哈、哦，抱歉，再一次，所以10x 减掉4个 y 就等于1.5乘2会得到一个3倍，好，所以3倍乘进去会叫做3x。就是加三，好，再来，下面呢，2.5一样乘2倍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6x 减掉5个 y 就等于负5乘2会负是10，好，继续往左丢，10减3会得到7个 x，减掉4个 y 等于正三。那楼下会再写一次哈，6x 减掉5个 y 等于负10，好，假设我想要消掉 y。那我就把上面那一行四跟五最小公倍数是二是，十，所以上面乘5倍，35个 x 减掉20个 y 等于53，15。下面乘4倍，24个 x 减掉45，20个 y 等于-40。OK，Thank you。所以过来，我把上面减下面，35减24，11x，-20减-20不见了。啊，再来15减-40。55。五十五，好，11x 是55，所以 x 就等于5，所以我可以把这个五带进任何一个东西，好，你开心就好。那我想要把它带进这里，好，因为这里五六三十减25等于负十，哎，对不起，25y，更正，5y 啦，怎么25y？五进去，五六三十减掉5个 y。等于-10，所以负5个 y 就等于丢过去-10减30叫负的，所以 y 就等于正的8，所以我的答案 x 叫做5，y 等于8。